接下来为您播出大彰化新闻。乡亲、时代好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今日的开播大中华新闻，我是林桂英。今日是新历的81年12月14号，旧历的11月11日，礼拜二。好，这新闻一开始，咱就用38秒时间来看卖今日有啥咪重要新闻。12月18号，四大公投剩三天，民进党三位彰化县级的女性立委嘛来合体进行全县扫街，全力宣传，四个无同意。彰化县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捐赠价值420万的小型水箱车，和彰化县的消防局以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支持青年创业馆长王贵美亲自颁发30万的青年创业奖励金，和一个何必自创五金品牌王丽晴，鼓励青年朋友返乡发挥创意。新闻头起先来关心四大公投这礼拜登场，14号早起，三位咱彰化县级的女性立委吴秀芳、陈秀宝以及陈素月三人合体全面动员，按这个彰化南寮宫出发，开始全县26乡定期扫街，呼吁全民投下四个无同意票。车队扫街出发进程，三位女性立委甲多位民进党的党工及人员先来参拜彰化妈。民进党彰化县努力大集合，三位女性立委这回徛伫咧宣传车顶头，呼吁全民12月18号公投迄天投下四个无同意票，予台湾搁较有力。公投绑大选不同意。啊，今仔日阮是用车队要来坐即几工，然后要来坐咱全彰化县，希望予咱彰化县咱的乡亲吼，大家知影讲12月18日要公投。啊！12月18日，拜托你一定爱出来投票，因为这关系到台湾未来要走向国际，台湾无要搁行回头路，台湾要向前行。立委陈秀宝嘛讲，这场公投对台湾的未来、台湾的经济相当重要，嘛拜托长辈将囡仔叫回来投下无同意票。那今仔日用车队的这个方式，咱彰化县26乡镇市，咱要来设一阵，要来呼吁讲咱的民众吼，啊，咱12月18日举行这场的公投，这四个议题，吼，对咱台湾前途、对咱台湾的经济、对咱咱施政的方向，拢真正是重要。啊，呼吁讲咱的这乡亲时代，12月18日这天一定要出来投反对票，或投四个无同意，让咱台湾吼有福气。虽然民进党目前的重点工作是在拼12月18号公投。机关，只是今日站伫咧宣传车顶头的，拢是民进党伫咧彰化县内的政治兵车，因拢正清楚，公投之前甲明年县长选举有真大关系。大专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为了提升消防救灾能力，彰化县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为了回馈地方，是来捐赠价值420万的小型水箱车，和彰化县的消防局用实际行动来回馈社会。这台小型水箱车嘛，将配备伫咧河滨消防分队，增加河滨地区的消防战力，保护民众的性命财产安全。简单的关键意识，一台价值420万的小型水箱车，将交由河滨消防队来运用，充实河滨地区的消防救灾能量。不动产工会理事长表示，彰化县不是乐多，公部门的预算较不足，彰化不动产开发商工会的捐赠，也希望会当带起抛砖引玉的效应。总共捐赠了有2部消防局的这个救护车。还有6000多颗的火灾助警器，来提供给我们全彰化县的县民来服务啊！希望借由这个响应之下哈、啊，来达到抛砖引玉的效果。
馆长王惠美表示，感谢彰化县不动产开发商业同业工会按创会以来，对消防安全议题就非常用心。伫咧102年甲105年就捐过救护车，即回搁再捐消防车来保护民众的性命财产安全。有伫咱林宗汉议员的这个建议来，甲咱这台车转予咱的这个号码分队哦来做使用哦。咱彰化县拢总有154台的这个消防车哈，那因为呢年旧了哈，已经有较旧啊，所以呢有一点超龄哦。那直接感谢咱的这个吴理事长带领团队哦，直接处给咱捐赠420班来买咱的这个水箱车哦。王惠美强调，除了管护家己本地医生以外，嘛都想透过民间的捐赠来替换老旧的消防救灾装备，大家做伙努力来保护乡亲的性命财产安全。大众新闻丁向中华采访报道。继续来看，何美青年创业家王丽晴从厝内家己家美下哦空间机能融入去传统的五金产业设计当中。14号早起，馆长王惠美嘛亲自颁发300万的青年创业奖励金，予伊支持青年朋友返乡发挥创意，亲近中华。何美青年创业家王丽晴是五金传产第二代。伊将机甲美学、空间机能用入去设计当中，研发多款多用途的橱柜、把手等生活五金产品，自创 Good Hands 品牌，解决真侪生活事物。我们的产品线主要的差异在于它的设计风格是一致的，那属于是比较简约然后现代的风格，那它的实用性也是非常高，那所以我们的新品牌主要是用设计来提升它产品的附加价值。是在彰师大进修博士那充实相关工业设计的概念那就把原来家里的产品来做一个质感的提升那来自创一个品牌是我们生活五金的好手展现出很多年轻人的创意，那结合我们新的商业模式那也成功获得我们青创审查委员的青睐得到300万元的奖金。彰化县府为了吸引少年人留在家乡打拼，本来每年1000万的预算来培育青年创业，按去年以来已经有21位青年得到10万至30万不等的创业补助。县政府现在是不断的在制造那个平台，让更多有为的人在这块土地上面发光发热。我们看到很多青年朋友，那实际上真的很有才，所以当时我要特别谢谢议长跟我们所有的议员，每年支持给我们1年1000万的预算，来做培育我们这些青年朋友他们的一个这个创业的一个这个机会。那你只要是上过18岁到45岁，上过我们30个小时的课程，你就可以写提案。那除此之外，我们这个部分还有夜师1 by 1的一个这个陪伴那这个有一系列的这个你的需求，他在这边都可以满足大家青年创业家王丽晴指出，过去传统五金模式利润较低，为了提高收益，利用设计提升产品的附加价值，而且改变商业模式，伊将补助资源用伫咧产品念样到包装设计、网站架设。这些都是跟消费者直接沟通的重要平台，利用新科技或者是创新商业模式，让彰化第四产业让更多人知道。在彰化新闻叶宏吴何必彩虹报道。彰化市立管弦乐团的年度公演又过来了，今年以乡爱台湾为主题，向串一个广告回来要带乡亲先来去欣赏。12月18日的公民投票就要到了，拜托大家投下4个不同意守护台湾，不同意反美猪公投，不同意重启核四公投，不同意千里三街公投，不同意公投绑大选，4个不同意，台湾更有力，4个不同意，台湾较如意。Disney Plus 正式登台，可以用手机跟平板，还有大荧幕看范凯波大观屏。透过 A1 Plus 用大荧幕享受 Disney Plus。Stick with returning this child to the Jedi。父啊！再享24个月无限看，还有独家大礼包，大荧唱看，欢乐不断。
快播0809-00965-8凯擘大宽频。欢迎回来新闻的现场，我是林桂英。明仔是拜三，也是旧历的11月12日。根据通讯记载，明仔在位公在正西方，好时是在客11点到下晡的1点。另外有什么代志是要特别注意的，咱做回来关心。向真重视地方民意的候选乡长周恩典，按2018年就任以来，已经实现真侪项伊的选举政见。有一个推动社区关怀基点共餐，公司立幼儿园学童每礼拜免费啉牛奶，改善学校同学报道等计划。透过咱大中华新闻的专题报道，来听看卖乡亲对乡长周恩典的施政成绩单拍几分。哎，大家好！今仔日大家拢有唱歌无？伫宗教机构内底，就用顶甲长辈做伙动乐，现场开放，互大家点歌，全场都合唱。阿公阿妈是那拍照，那笑眯眯。认真陪着长辈福建做伙耍一滴游戏，为着了解宗教，就爱亲身行一撮第一山。哦，真厉害，真厉害哇！今天乡长来到我们方博社区哈，非常的好，跟我们这些长辈啊都没有距离的啊，来这边跟我们一起做游戏啦，还有跟我们一起唱歌，我觉得这是我们福兴乡的福气。啊，伫这呢吼啊，当然是非常感谢啊，咱所有社区的理事长呢，大家呢。对咱社区的付出甲帮忙，希望讲吼，咱福兴乡咱的社区的运动呢，会当阁继续推动。伫恩典的任内呢，希望讲会当咱福兴乡23个社区会当全部拢动起来，全部呢拢来办老人共餐，互咱跩士大有一个真好啊，一个营养的午餐来补充着因的营养，啊，互因的身体会当健康，互咱跩士孙呢会当顺利，会当放心去拍拼伊家己的事业。向右走。老的照顾好，当然国家未来主人翁，朱元丁也真重视幼儿的健康以及学童的同学报道安全。除了专向公司的幼儿学童每礼拜零固定一花，各种关于国小、大兴国小、甲有新国小牢固危险的同学报道，全部拍掉重点。同学辅导对我们的小朋友非常的重要，我们小朋友上下学啊，因为车辆很多都非常的危险，因为交通非常的复杂。我们大家一起来关心我们所有的小朋友的上下学的安全，啊，这也是乡长恩典的责任哈。啊，所以讲不但是要来照顾咱的啊国小的小朋友，咱嘛要来照顾咱的幼儿园。咱的幼儿园呢，伫恩典就职到即阵呢哈，啊，咱每一礼拜拢有一天呢，啊，免费来吃鲜奶哈，啊，这唔免钱哈，这咱公所便利省来照顾咱的小朋友。你小姐足水个啊，你看看。就按顶讲，村里来一年外是真重点，除了继续伫妇幼甲长辈长照这条路努力以外，而且加强复兴农产特色观光推动，吸引更加侪旅客走访，增加复兴经济成长。大中华新闻林桂英复兴彩虹报道。陕西竞争大排是当地很重要的排水系统。乡民代表会出席王水坡接到民众的叮咛，表示大排挖出海口的所在，蛇蔓杂草影响到排水，真危险。陕西乡竞争大排是当地重要的排水系统，但是有民众向乡代会主席王水坡反映，大排挖出海口的所在，杂草生长到真旺盛，影响排水。对我反映哦。啊，我反映吼，咱的公所，咱乡长吼，
啊，今仔日来会勘，因为无即摆以后后日啊雨水期吼，你迄杂草若无清掉，会装人会变做会做大水，会影响到咱遮乡民的财产吼。啊，因为咱顶阵排水遮有一站吼，啊有弄杂草丛生，啊惊会影响到咱的排水，啊所以咱今仔来甲现场来会勘吼。啊，甲希望咱相关的单位吼，来甲咱这个杂草会当甲清除，好咱的排水会当更加顺畅。乡长苏伟俊接到丁钱，特别会同公所团队到现场会勘，建议改善办法，希望当赶紧安排清理工作，保障附近农民的工作权益。大中华新闻叶宏武、沙西彩虹报道。彰化市是全国各乡镇市公所当中唯一有专属管弦乐团的，每年十二月份也是彰化市立管弦乐团分享美妙音乐的季节。在疫情冲击之下，这届音乐会共以乡爱台湾为主题，也来邀请到实际城市爱乐的管弦乐团、台中市音乐美学以及竹韵合唱团、高雄市逢源合唱团，用大合唱的形式唱出千万异乡游子对台湾的思乡之情。彰化市立管弦乐团的年度公演又过来了，今年市立管弦乐团同款带来真精彩表演。受到疫情冲击，彰化市立管弦乐团今年度的音乐会节目安排是相当特别。这一场音乐会呢叫“想爱台湾”，就是希望串起大家对台湾的这个疼爱。然后经过疫情的冲击，但是台湾依旧充满希望。那今天为大家带来的曲目里面呢，就有一首大合唱作品，叫做《台北的天空》。声乐家歌唱台北的天空，在音乐会当中会更加精彩。中华市长林世贤指出，市立管弦乐团发挥了一加一大于二的音乐目标，这回公演更加是结合了国内真侪支知名合唱团和管弦乐团共同献技。包括台中市的两个合唱团，还有戏子的管弦乐团，甚至于高雄的合唱团，都要来一同来参与合作我们这一场的音乐晚会。彰化市公所表示，市立管弦乐团今年的公演安排伫咧十二月二十五号伫咧彰化音乐厅登场，十二月十五号开始开放免费售票。大众新闻中向彰化采访报道。大兴国校这出校友柯水林无常捐出伊拄着奖的金蛙奖有机地米，予学校来预备，帮助学校筹募百年校庆的活动经费。Hello, I'm Dr. Yun-Ching Fu. Review of vaccine safety data shows that BNT may cause rare cases of myocarditis and pericarditis. This mainly happens within 14 days of vaccination, and usually after the second dose. Cases are more common in young males. As a reminder, in the 28 days afterward, watch for the following. 1. Chest pain or chest tightness. 2. Palpitations, such as fast or irregular beats. 3. Shortness of breath. 4. Poor exercise endurance, such as breathlessness when walking or weakness climbing stairs. 5. Dizziness and fainting. If these symptoms appear, seek care right away and tell the doctor. Length of symptoms. What vaccine you received and when.
花莲国小志工队发起相信有爱就有奇迹，替中华家父的漫飞天使圆梦的计划活动嘛，来进入到第十二年了。十四号早起，志工队长吴雪金加花莲国小的校长胡素慈是亲自将圆梦的礼物送到漫飞天使的手中，过来捐赠到早疗服务经费以及岁末的家父圆游会，总共23,800元。花莲志工队队长吴雪金发起“相信有爱就有奇迹”为中华家父漫飞天使圆梦计划，今年迈入第十二年。十四号上午，雪金队长加胡素慈校长亲自将礼物送到中华家父中心。我们一直相信，漫飞的孩子他也有他心里面小小的一个梦想。那我们想要说，借由大家的爱，满足他们的梦想，让他们觉得说，哎，在这个欢乐的圣诞节，他们也得到满满的祝福，这样子。那我们圆梦今年已经来到第十二年，那我们感谢很多很多很有爱的朋友们来一起响应这个活动。那我们今年为了家父中心募了23万的现金跟35份的礼物给发展学员，这样。那除了彰化县的家父之外，也到云林县的西螺的家父中心，他帮助这些孩子能够圆梦，那其实也是带给这些孩子漫飞天使一个欢笑的童年。那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有意义的活动，值得大家来支持。圆梦计划受到社会各界广大回响，雪金队长表示，今年个无实施爱心人士透过网络捐赠一批造型毯啊，要送给囡仔。馆长王惠美、馆员林耕仁也亲自出席活动，给囡仔同乐。爱妹妹一个，谢谢。爱妹妹也一个，谢谢。画笔，现在团队。啊，这个漫威天使啊，他们都有在画画。为什么我知道有这个房间？12色的。我跟我先生刚刚上来的时候很感触，他说啊，20几年前我们是一个被帮助的对象，那感谢当初家父帮助了我们，那我们现在有能力来回馈家父啊，我觉得这是很有意义的事情啊，也鼓励在场的孩子跟他的家属哦，就是说你们不要放弃，爱这群孩子，我相信这群孩子他未来一定会发光发热。我们家就一个。另外，圆梦计划最使人感动的是同款身为漫飞天使家长的施慧琪，因为家里的宝贝已经大汉出社会，今年特别跟翁婿做伙出席圆梦活动，传递温暖和爱延续。台中华新闻叶芳吴何美彩虹报道。福建省大兴国校伫咧明年四月份要来举办着建校100周年的校庆活动，除了规划一系列的活动，嘛来替百年校庆募款。其中哦，讲这个杰出的校友柯瑞林，就特别加今年参加有机地米比赛得奖的金瓜奖地米，关乎学校进行预备，嘛来呼吁校友共享胜绩乐观，和校庆的活动办了更加圆满。福建省大兴国小创校100年，将伫咧每年四月份举行校庆活动。结束校友柯瑞林首先抛砖引玉，互相观测一段得到金瓜奖的有机地和学校举杯。一个学校成立100年哦，是相当有文化的，也有历史的传承。那大兴国小是我的母校，我在大兴国小这边就读到现在今年54岁了，也有大概40多年的时间。那难得遇到这个百年校庆，我想说就能够奉献出自己的一点心力，然后将我辛苦栽种的这个有机茶给贡献给学校，当成学校的百年周年庆的筹募基金。那今天所泡的茶是我种在奇来山，取名为深乌龙的有机茶。那第二届的全国有机茶大赛，那我很荣幸，我就很荣幸得到第一名，它的名称是翠蛙奖。那同时参与比赛的这个茶叶总共有5点，那第一名当然就只一位了，那剩下的当然就是金蛙奖，它因为它是同一批，那我就把金蛙拿来奉献给学校，
希望把这个茶香伴随着学校的文化也飘香，能够永久飘香下来。味道很清香。就当时这啉一嘴啊好茶，心情真舒爽。校长郭淑芬也真感谢柯水玲对学校的热天支持，学校庆办了更加圆满。比赛的茶拿出来跟大家分享，就是义卖所得全数捐给我们百周年校庆的筹备会，那也借着这个时机跟大家分享有机茶，对。表达对我们对土地的爱护之情。八九年校庆迄个活动也会陆续展开，期待明年4月23日校友会当回来学校共享盛举，回味生命当中的童年印记。台中华新闻林桂英发现彩虹报道。来关心客户果菜市场的交易行情，今日的总交易量共217公吨，平均的价格是每公斤19.5元。继续来看详细交易情形。油菜上价24，中价17.6元，但下价10元；高丽菜上价18，中价12.1元，下价6.9元；卡马豆上价73.2元，中价55.2元，下价28.4元；苦瓜上价56元，中价38.2元，下价22.5元。花椰菜上价32.2元，中价23.3元，下价17元。鸡鸟菜上价42.3元，中价30元，下价20元。包心白鸭上价16.8元，中价11.7元，下价7.5元。葱头上价35元，中价27.4元，下价18.1元。菜头上价13.2元，中价9.8元，下价7元。白菜上价25元，中价18.3元，下价10元。冬瓜上价16.2元，中价10.7元，下价8.8元。青菜上价50元，中价36.7元，下价20元。环境风场转吹偏东风，中部以北扩散条件普通，云林嘉义台南以南风速减弱，扩散条件较差，空气品质更是一个普通的等级。天气方面哦，拜三各地区拢是好天晴云的天气，拜五方面通过甲东北季风增强，北部甲东北部地区天气转凉，所以来关心各地区的温度预测。以上就是今日的大中华新闻，感谢乡亲的收看，我是林桂英，咱期待再相会。
有线电视第一领导品牌，新频道数位有线电视。Disney Plus 正式登台，可以用手机跟平板，还有大荧幕看范凯波大观屏，透过 A1 Box 用大荧幕享受 Disney Plus。With returning this child to the Jedi. 再享24个月无限看，还有独家大礼包，大荧畅看，欢乐不断。快拨0809-009-658凯擘大宽屏。